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八卦健身操，让我们先做热身运动，双脚与肩同宽，准备侧拉伸，左手往上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换，二、二、三、四，准备扩胸运动，向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准备高抬腿，先抬右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向后踢，二、二、三、四、五、六、七，弓步压腿，右腿往后跨，后腿尽量伸直，五、六、七、八，后腿往前半步，身体往后坐，前脚尖抬起，五、六、七、八，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身体往后坐，三、四、五，准备活动手腕脚腕，先左边，三、四、五、六、七、八，换边，二、二、三、四、五，准备气沉丹田三次，第一次，两腿微蹲，第二次，气沉丹田，第三次，五、六、七、八，好，我们准备做第一组动作，开露脚，右腿往后出右拳，一、二、三、四，出拳时从后背发力，后背带动手臂发力，五、六，准备换边，换，左拳、右拳，踢，从后背发力，七、八，用力，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准备做后羿射日，五、六、七、八，右腿往后跨，三、转左，五、六、回，八，做拉弓动作，三、转右，五、六、回，八，两臂用力，三、转腰，五、六、七、八、四、二、三、转，保持核心稳定，七、八、五、二、三、转左，五、六、七、八，最后三个，三、转右，五、六、七、八，用力拉弓，三、转腰，五、六、七、八，八、二、三、转，五、六、七、八。好，我们准备做撞膝，先撞右膝，一、二、三、四，手脚同时发力，七、八，用丹田发力，三、四、五、六，准备换边，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多四个，三、四、五、六、七、八，准备做推山入海，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往右，哼，
六、七、八，推三掌。三，右腿往前，好。六、七、八，推山入海。三、四，往左，哼。六、七、八，推三掌。三，左腿往前，好。六、七、八，用哼哈以声代气。三、四，往右，哼。六、七、八，打开全身脉络。三，右腿往前，好。六、七、八，出掌时上身保持正直，往左，哼。六、七、八，用丹田力推掌。三，左腿往前，好。六、七、八，准备做第二组动作，加油。开鹿角，右腿往后出右拳，一、二、三、四，出拳时从后背发力，用力，二、二、三、四、五、六，准备换边，换左拳、右拳，踢，从后背发力，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再坚持一会儿。准备做后羿射日，五、六、七、八，右腿往后跨，三，转左，五、六，回，八，做拉弓动作，三，转右，五、六，回，八，两臂用力，三，转腰，五、六、七、八，用力拉弓，三，转，保持核心稳定，七、八，将胸骨和气脉打开，三，转左，五、六、七、八，最后三个，三，转右，五、六、七、八，用力，三，转腰，五、六、七、八，八、二、三，转，五、六、七、八。你真棒！准备做撞膝，先撞右膝，一、二、三、四，手脚同时发力，七、八，用丹田发力，三、四、五、六，准备换边，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多四个，三、四、五、六、七、八，加油加油！准备做推山入海，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往右，哼，六、七、八，推山掌，三，右腿往前，好，六、七、八，推山入海，三、四，往左，哼，六、七、八，推山掌，三，左腿往前，好，六、七、八，用哼哈以声代气，三、四，往右，哼，六、七、八，打开全身脉络，三，右腿往前，好，六、七、八，出掌时上身保持正直，往左，哼，六、七、八，用丹田力推掌，三，左腿往前，好，六、七、八，大家做得非常好，跳得真好。准备做放松运动，深呼吸三次，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
呼气。第三次，呼气。准备两手向后画圈，右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向前，二、三、四、五、六、七，手臂拉伸，右手拉伸肩膀，五、六、七、八，换边，二、三、四、五、六，右手搭在左肩上，往后看，放松腰背，五、六、七、八，换边，尽量往后看，五、六、七，弓步压腿，右腿往后跨，后腿尽量伸直，五、六、七、八，换边，二、三、四，准备甩甩手，甩甩脚，一、二、三、四、五、六，深呼吸三次，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呼气，最后一次，吸气，呼气。今天的八卦健身操就到此圆满，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练习。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能够诵读金菩提圣经，就会让我们整个一天的时间充满着无限的能量，就会充满自信、创造力，让我们活力十足、魅力无限，我们的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请诵念出来吧，我最慈悲，我最自信，我最宽容，我最勇敢，我最讲信用，我最遵守时间，我无所不能，我最智慧，我最博学，我最爱读书，我最爱观察，我最爱倾听，我最爱思考，我想好了就去做，我是上天创造的精品，我最有魅力，我最有天赋，我的歌声最美，我喜欢挑战，我勇于承担，我要成就天赋的使命，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天上地上唯我独尊，缓缓坐下来，请大家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把身心都处在安定、放松、清静的状态中，认真的聆听。
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是浴佛同行念佛班第11天，欢迎大家到来啊！我再一次的提醒哈，就是我们在每一次念佛的时候呢，要观想到蓝色的琉璃世界，蓝色的佛像，蓝色的自己，这样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以蓝色的观想为主。那在佛说这个东方琉璃世界啊，其实是由蓝色的光构成的，那么在这个光的这个状态而非真的物质实相的时候，就一切呢就归于接近于空的状态，那么所有的疾病和烦恼它就没有了。我们借用这样的一个佛陀的教法啊，来做自我与佛陀的相互融合的一个观想，这样对我们的这个身心的净化啊，是具有极大的帮助的，就可能使我们已经得病的这些身体的这些部位啊，脏腑呀，让这些疾病的这些细胞，这些坏的细胞回到那个最原始的就是你根本没有丝毫疾病的那样一种叫做清纯净化的状态。这就是说这个这样修法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原因之一。那我们这样学了，最重要是在这个生活里哈，我们的思维也要融合进去就是其实你是在生活之中贪欲越少，那么其实就是你的压力或者你上当的机会就少这样反而就是让自己的身心处在一个正常的安静的状态。所以把这个清静的这个观想这个意念用于生活，用于情绪用于人事关系，还用于这个家庭的所谓理财过日子，以清净为本，这个是最最重要的。那么像有些家庭他静下来了，本来是一种享受安静生活的状态，但是呢家庭成员之中就有人就会太安静了，就惹点事儿，就找个茬全家人吵个架找个理由做一个莫名的投资对，那都会结果都是惹出一堆麻烦来。就算是一个遗传基因很好的人，这样也都能累病了各种的压力那个负面的情绪都让自己身体会垮掉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在生活之中学会这种清静，这种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把修行真正用于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这也是正式修行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否则我们在这个班上学习，那学了之后你对你的这种思维如果一点点影响都没有的话，我觉得还特别的浪费这次的教法。所以在禅的智慧之中是以清静，以简单的思维去对峙复杂的那种热烈的思维，以简单的去对峙那个复杂的就是这样一种特有的禅的思维状态，这也是所谓的佛法的精髓希望大家有所领悟再提醒这个有的人可能这些天家里正发生着一些烦恼的事情，我提醒你呢，
就像我们曾经在小时候，我们可能为一个很小的事情，就和你的旁边的小朋友就争执起来，甚至你自己非常的烦恼。等你今天成为成年人之后，或者成为人父母之后，你再想想那个事情好可笑啊，就觉得哎，就是真是小孩子那个见识很短。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把这种以简去对治复杂的这样特殊的思维方式，能够真正的融入生活。当这些烦恼正在发生的时候，也许下个礼拜这个事情过去了，你会觉得之前的或者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精神的压力是叫虚惊一场，完全是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我自己和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在说实话交心聊天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感受。就事实上你这回顾过去所做出的很多事情的决定，尤其是带有精神压力的决定，好多去觉得是没必要的。其实就像那个在1990年的时候哈，那时候就在中国流行那个就是世界末日那个说法啊，是吧？那一些爱读书的人，就不读书吧也不知道这回事儿，爱读书的人一听说，哇，这国际预言大师说世界末日到了，2000年嘛，是0000啊，这个人间地狱全都毁灭了呀，啊，我们都完蛋了。所以就很多人去担心，啊，但有一位还是大学老师，啊，她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就来问了我，她说这个。问我首先这个末日是不是到来，我说可能还不会，如果来的话有点太早了，我觉得不符合于这个自然规律啊。他说我觉得我还是相信那位大师说的话啊。我说那你相信就相信吧，我也没有办法，是你自己想的啊，但是我很痛苦。他想的都很痛苦，我说痛苦啥呀，因为大家都死了，又不是你自己死，对不对？那么多地球上的人都变成了恶鬼，就是都有伴儿啊，不管去哪里你都不陌生，是吧？他说不是，如果我们都死了，留下我的小女儿才2-3岁怎么办？你说个幼稚吧？哎，其实不会发生的事情，他自己愣想出来。他说想到我这一个礼拜睡不好觉，就是。很多的，就当一旦时间过去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感觉。哎呀，昨天做的那个决定好可笑。哎呀，上一个礼拜生的气，简直是有点不好意思给人说的，显得自己那么愚昧，对不对？自己那么小心眼儿，这根本就没必要的事情。其实常常引发我们的担忧和情绪，或者做出一种类似重大决议的时候，其实根本没事儿。哎。是吧，你们家屋顶咔咔咔响一下，全家起来全部拿上刀拿上棍子捉贼去，其实没这事儿，是吧？哎，其实有时候是地或者风或者这个温度造成的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响声哈。哎，其实没必要的，就是往往我们当一旦过去那个时空之后，其实每个人尤其是成年人都做着很多像小孩子一样那么愚蠢的事情啊，所以我就严重提醒大家哈，对，用清静的方式去面对复杂啊，用简单的方式啊面对无限的啊复杂啊，面对一切的烦恼。还有呢，昨天我们上课当中就讲到那些世界知名人士哈，其中最后讲到一位日本的寿司厨师，对不对？那带给我的启发呢，就是应该用微笑去迎接人生所有的一切，这里包括快乐的、幸福的，哎，乃至是恐惧的、
甚至是生死的，用微笑的这样一种精神的状态，是这才叫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不是拿起刀来的反抗，而是微笑的去面对，这才是叫大勇敢。要这样子哈，哎，用微笑的心，用微笑的心的时候，你对很多的事情，也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身的原始状态，就容易了解。用紧张的心态的时候，都是叫做小事变大啊，大事到死啊，其实就不必要的这样。所以愚昧的人就会把小事变大啊，大事到死。那么智慧的人呢，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不对？这我讲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哈。你现在面临的压力和烦恼同样要这样去解决。别以为今天哇，毒蛇猛兽来了，我要死了，我们家过不去这个难关了，都能过去。虽然我们是跨越了一些时间空间哈，来参加这个班，我也相信，明年或者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同样还是用欢喜心在面对自己的人生，你会过得很好的。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欢喜的心。用微笑迎接人生的一切，用微笑，再加上这个蓝色美好的琉璃光的观想，来念佛，佛即是我，我即是佛，我就是蓝色的宇宙，开始念佛。点头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乱扎沙漠，嘎地梭哈，点头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乱扎沙漠，嘎地梭哈，点头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乱扎沙漠，嘎地梭哈，点头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乱扎沙漠。嘎地梭哈，点头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乱扎沙漠，嘎地梭哈。点头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乱扎沙漠，嘎地梭哈，点头。红被看见，被看见。
马哈贝坎杰兰扎萨摩卡迪苏哈天塔红贝坎杰贝坎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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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贝坎杰兰扎萨摩卡迪苏哈天塔
红贝卡泽，贝卡泽，马哈贝卡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卡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卡迪苏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姆。
卡德索哈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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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德索哈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
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颠塔红贝坎泽贝坎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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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颠塔红
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卡得梭哈，雁塔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扎沙漠。
嘎得嗦哈，点他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天塔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天塔。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点他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点他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点他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点他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点他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点他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点他。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点他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贝看泽，兰扎萨摩，嘎得嗦哈，点他红贝看泽，贝看泽。马哈
背坎子乱杂沙漠嘎对索哈天塔红背坎子背坎子马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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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坎子乱杂沙漠嘎对索哈天塔红背坎
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卡得梭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乱扎沙漠。
他的所好，点他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杂沙漠他的所好，点他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杂沙漠他的所好。好，我们接下来呢准备接受加持啊。我的加持呢是针对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疾病问题，无论觉得是轻的还是重的，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我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你只要放松就好了啊，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无论你看还是听都可以。我做的事情你可以理解，也许理解不了，没关系，最后疼痛会消失。我们准备开始了。
我当带大家进入过去800年的时空，一切疾病、一切烦恼、一切邪灵与你无关了，你也不是你，你就是一场梦。每个人仅仅是一场梦而已。
现在我们在800年前，我们什么都不是，连一滴水都不是，我们就没有。只是你认为病痛是你的，我认为你什么都没有，你也不是你，根本就没有你。原来的你都已经被我砸碎了。从现在起，你开始变得健康和透明了。我会帮你，会实现你心中一个美好的愿望。
在外游荡的灵魂归回原体本位，回来，回来，回来。
一片蔚蓝平静的大海，蔚蓝蔚蓝平静的大海，只有我自己，也就是你自己，轻轻地躺在海面上。你的身体很轻很淡，轻的像一根清清淡淡的羽毛，无忧无虑，自自在在。大家何时感恩？轻轻搓搓手，之后搓搓脸，让自己回到七岁的样子。压一压眼眶周围的穴位，
再拽一拽耳朵，将手搓热，搓热之后轻轻搓搓脖子，一切颈椎疾病消失。之后随意拍打全身，一切疾病消失。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因为很多疾病消失了，不见了，各种各样的，像有疼痛的，各种疼痛的，哎，从今天之后觉得哎，疼痛消失了没有了哈、啊，还有一些能发现自己的身体中有一些硬块、肿块的啊，你能摸得到的，就发现变软了或者就消失了。更好的呢，是这个很多女士脸上或手上的一些斑点消失了。嗯，还有是做梦打人的毛病也消失了。嗯，还有啊，很多男的特别开心的是，发现你老婆不唠叨你了，不骂你了，就是他那个内在堵的东西哈、啊，通畅了。通畅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火气。这个女士呢，到了更年期之后会有很多东西是堵塞的，一旦堵塞就会情绪暴躁，情绪暴躁就有了骂人唠叨的事情啊。这一旦通畅了之后呢，通畅之后她身体感受是很舒适舒服的，之后就会不发火不骂人，你会发现脸色变美了哈。今天说有点早，从明天早晨开始看自己，就发现自己怎么这么漂亮啊，像挖到新宝石一样啊。这个不是开心的事儿，这只是个真实情况啊。对，会发现这样，还有那种做噩梦的就开始消失哈、啊，还有掉头发的开始终止不掉头发了啊，走路腰酸背痛的发现哎轻松了啊，哎，对，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种病我都说不清楚，哎，你会发现从今天这个时间之后，就发现自己变得年轻，变得健康了，嗯，今天的我的加持呢就到这里了啊，祝大家健康快乐。如意吉祥，嗯。
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我们明天再见。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又不虑，因为有了你，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
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滴，人生变得神奇，我只会把